姐跟着人墙努力往前挤，要喊出心里话：总统加油！脸上小雨擦啊擦，想在缝隙中找小英总统。总统在哪？在民众十几只手机海里面。才走完白沙屯妈祖5公里绕境，小英选在妈祖生日这一天，先到松山慈幼宫，诚意不止对妈祖，更是对百万信众。作为总统的我，也一定会跟随妈祖的精神，来守护我们的国家。来让我们人民可以安居乐业。转身，小英再到北投慈后宫，跟信众一起参与盛会。加油声一路从正殿喊到殿外，民众抢看辣台妹，你推我挤，空地变得没路走。祝您心想事成，高票连任。我们董事长女神爷，敬祝我们妈祖圣诞千秋，万寿无疆，我们妈祖继续保佑我们的台湾，大家说好不好？都说小英被包围，还真的不夸张，不看红圈找不到人在哪。总统加油，都没有动算。妈祖圣诞，小英祝寿，保佑台湾心意，有没有感应？信徒的反应超直接。三立新闻吴成斌、陈嘉文 SNG 小组特别报道。